简单单吃个烤肉拌饭。陈总，你的碗。好，谢谢你，姐姐给我来点东北饭包的饭。够吧？够了，谢谢姐姐。说，来两串烤肉。好，要把你取下来吗？帮我取一下。好好的。好，谢谢你。不用客气。姐姐来两串牦牛肉。好，那个姐的烤肉好了。好，谢谢姐姐。拜拜。老板，来点甩子牛肉。好的。好，谢谢你。陈总，中不中？我帮你拿吧。好，谢谢你。陈总，咱们下家吃什么？你说了算。好，跟我走。陈总，吃鹿肉吗？来一串吧。好，来一串鹿肉。谢谢啊。走，陈总，咱们去吃下一家。来看咱们阳康夜市硬扎的牛肉串吗？来一串吧。好，走。老板，这牛肉串。好嘞，帮你加进去了。来，给你一串。谢谢。陈总，是虾甲鱼吗？来一次吧。来，老板，来个虾甲鱼。好嘞，谢谢老板。好，谢谢你，辛苦了。来，老板，帮我把这个饭拌一下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你。锤总，您的烤肉拌饭好了。